飞机上不能带什么？一、不合理的充电宝，充电宝额顶能量超过160瓦，或是充电宝外表标识不完整或不清晰的，禁止携带上飞机。根据民航局相关规定，充电宝额顶能量在100瓦，并且标识完整清晰，可携带上飞机。二、超量化妆品，化妆品容积超过100毫升的液态物品禁止携带上机，盛放液态容器的最大容积不能超过100毫升，容量合理的液态化妆品需集中放置在一个透明袋中，每种化妆品只能携带一件。三、打火机，打火机以及电子点烟器之类的火种类物品禁止旅客随身携带或者托运，需要提前检查自己的物品，做好相关程度处理工作。四、刀，超过6厘米的水果刀是不能随身携带，各种危害航空安全的菜刀、手术刀、剃刀以及锐器、钝器禁止乘机旅客随身携带，但可进行托运。